回到现场，我们之前邀请到立委王鸿薇来到了现场。委员早安，全友早安，大家早安。我们来看到民进党的性平调查报告第一波终于出炉了哦，结果呢，这个调查报告里头让大家也是。该说好像是情理之中吗？因为林非凡呢之前都自己自认疏忽嘛，没有再继续追究为什么这个性骚案的被害人没有再继续往下追究的原因，结果现在这个党的调查真的认定林非凡没有吃案哦，委员，这个是民进党的性平检讨。对这个性平调查结果出来，大家说哎呀果不其然啊，哦，我们这个九万已经过关了。那么就如同他们之前一开始哦，在对外宣称的调查就是到许家田啊，让许家田他撤职之后来调查。那么也是在后来呢，我们大家说哎奇怪了，你调查许家田难道他的那个直属长官林非凡不需要调查吗？所以他们才把林非凡纳入调查。可是最后调查结果果然是说只有许家田有事，林非凡没事啊。那么，在对照，在这两天他们处理，像包含李正浩，他就自己主动宣布退选。那看起来这整个的调查报告，事实上并不是要解决民进党的性骚事件，而是要解决赖清德自己的一个政治危机啊。那么也就是说，他提名是不是适当，你是不是提名了，其实跟我们所认知在性骚上面都有相关的人。那所以这一份调查报告显然是要帮林非凡解套，让林非凡可以继续的选下去。所以我来讲就是说，现在这个调查报告事实上社会大众也很难接受，那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说哎呀这份调查报告不过就是帮林非凡解套的一份报告了。对啊，就是民进党的标准才是标准啊！我觉得让大家最大吃一惊的是，林非凡都自认有疏忽，自认有道歉，所以等于说他误判局势这一件事情，为什么都没有写在报告里面？因为他是林非凡，哈。那么，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他像林非凡自己在讲说，这个有一些相关的就是制度不完全的地方啊，还要再做一些改善。所以有很多人讲说，你领九万是领假的吗？哈，既然领了九万，然后相关的流程跟程序如果有不完善的时候，那你当时好像也没有看到你多说两句话。那么，所以在这整份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里面，显然他们对于林非凡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待遇，因为在第一时间林非凡自己也承认他有疏失，他也道歉，那么可是调查报告却告诉你他其实没有疏失，而且还处置得宜哦。如果按照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民进党应该还颁一个奖状给他才对哦？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因为他大概有一个礼拜之久，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政治角力，因为不要忘记哦，因为林非凡他就是小英男孩，是小英的爱将，所以在赖清德处理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是忌惮这个英系的压力，或者怕得罪这个英系蔡英文，所以呢最后的报告才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所以看起来因为我们就要特别看到赖清德是不是怕英系了，虽然说林非凡不是英系的，但他的确是蔡英文培植起来的嘛，太阳花学运世代的领袖就出来选举了。那如果现在把这个英系得罪掉了，赖清德自己又怎么选？我们就再回归到之前赖清德讲过，这一次性骚案不必以大局为重啊，所以现在这个处置看下来真的不是大局为重啊。他不是大局为重呢，但是是以这个赖清德为重吧。好，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这一份的性骚报告的处理，就是你要不要有相关的惩处，事实上是牵动赖清德他在整个的区域立委的提名啊。那这里面就是因为赖清德他在整个的区域立委提名里面，包含李正浩或者之前呢，他们等于说要。在中正万华区要礼让给这个鸡排妹，引起他们党内年轻人啊这些年轻议员的反弹，而出现了所谓的信赖危机啊，大家因为不相信赖清德，觉得赖清德怎么样？你原来你都是搞一些所谓的民主大联盟，把一些选举的机会是让给外面啊，或者是这个太阳花运动的这些人物。
那所以赖清德他在这个处理的过程里面，他也必须去处理好这些年轻议员对他的信赖危机。所以在这个处理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显然还是以他自己的一个他的统御，还有他提名他的这个信任危机为重，所以讲说不要以大局为重，这只是说说而已。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份的这个性骚调查的过程里面，其实啊，这个政治操作事上痕迹斑斑。否则的话，请问一下，李正浩怎么会突然的说他要退选？而且李正浩也说得非常明白，他为什么要退选呢？要留给赖清德他未来整个的有更多的一个性骚的这个处理的空间。所以看起来就是以赖清德为重，不要再说什么要不要以大局为重了。所以你现在弃掉李正浩保住林非凡，这个真的能够挽救信赖危机吗？我想他到底有没有危机，大家还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那么而且林非凡现在背着有关于他这个性骚有没有包庇跟吃案，因为民进党，你说林非凡没有包庇、没有吃案，这不是你民进党说了算哦，这就是你就是球员兼裁判。因为最重点就是，因为你已经提名林非凡，所以使得你要力保林非凡成为你一个主要的目标。所以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事实上真的已经没有任何的客观性可说了。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宝贵时间，谢谢委员。好，可以看到呢，民进党的这一份这个性平调查报告，似乎就是对林非凡哈高高的举起，但是轻轻放下，恐怕呢也是赖清德为了要救自己的选情哦，不能够去得罪这个小英男孩。但是这一份报告也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的性平检讨看起来也都只是沦为空话而已哦。以上是我们这一节的国会最新。